TP 的第四个年头了，然后目前的话我是一个项目的一个主管，然后同时的话就是在 TP 有很多高光时刻，但是印象最最深刻的就是说还是我晋升到主管的那个时刻嘛，然后与此同时我也收获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份爱情。